上来都是获得保送。那第三次的时候呢，则是打了一个右边方向的飞球遭到击杀。这个球三垒手扑下去，黄世豪再起身传一垒，非常精彩的 nice play。没收了张台山可能形成了安打的这一记滚地球，也制造了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。精彩的 nice play 挡住了这一分了，帮助兄弟象队守住了两分的领先，也结束了八局上半统一狮队的攻势。狮队这个半局留下残垒，没有办法得分。